好，我们看第四题。好，现在呢 ，AC 哈等于八，就这个三角形里面哈 ，AC 等于八，那 AD 等于四，哦，这是四，那就是八，然后 AE 呢等于五。好，那他问呢那个 BD 等于多少？好，那我们看哈，这两个三角形相似，哦，因为什么哈？因为这个角 A 哈等于角 A， 哦，就是说在呢三角形哈 ADE 跟三角形 ACE 当中哈，这个三角形的角 A 跟这个三角形的角 A 相等，好，它还有呢这个角 E 哈跟角 B 相等，好，这角 E 哈就这个三角形的角 E 跟这个三角形的角 B 相等。角 E 呢，等于那个角 B， 哦，都是四十度的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两个三角形相似，哦，根据 AA 性质，啊，所以它的那个对应边呢成比例，哦，这个角的，就是说，大的三角形的这个角的对应边，哦 ，AB， 啊，比上呢，这个小的三角形的这个角的对应边 AE。A 是5了，啊，会等于多少呢？会等于呢这个大的三角形的40度的这个对应边8，啊，比上这个小的三角形的这个角的对应边，哦，40度的那个对应边4，啊，所以我就得到，哦，这个约分，哦，1啊，这是2，所以就得到 AB，哦，这个长度是等于10了，不会得10，所以整段是10啊，那整段是10的话，所以哈 ，BD 哈，这等于多少？这等于10啊减4，10减4，所以是等于6，哦，所以 BD 等于6。